大家好，我是新红。今天大橙子又上外地干活了，临时通知我让你去接孩子放学。现在是下午4:33，通知的还算及时，这个时间段去接他正好。一路小红灯，提前8分钟到学校。放学就轮我请的是根长。我爹怎么事儿没来接我？你爹现在在高速上呢。你爹要接你，能让你吃这肠吗？不让。我跟你说，最后一次了啊！妈妈，明天跑男来延吉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还路过咱家门口呢。啊？上车。哎呀，坐好了，吃完了啊。你先走吧。哎呦。呀，机器人还没干完活呢。那再停呗。别暂停啊，干完呗。干了半小时了，还没擦完呢。到家赶紧换衣服，准备晚饭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好多朋友私信我要这件衣服的链接。突然感觉我的眼光也挺高哈，是不是我的衣品又回来了？那这件衣服大家有没有要链接的？在我店铺里就有啊，围裙。没事，我得给我店铺打个小广告，是不是？不然好多东西大家都不知道在哪买的。然后像刚才那件衣服呢，到时候大家需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找一找，把那个名字给你们打上面啊。因为私信太多了，我确实是回不过来，不像是我自己店铺里面的。然后那个我也是在直播间买的，100多块钱，确实挺合适的。最近我又网购了好多件衣服，到了之后给你们试穿看看啊，都是颜色比较鲜艳的。问我爸爸到哪儿了，佳佳？佳佳，哎呦，20分钟之后到家。嗯，好嘞。我给我买的。啥又给你买的呀？这个笔都是给我买的。嗯。我还寻思我也想要呢。你的六一节礼物。不，这可不是六一节礼物。姑娘，你这是过最后一个六一节了啊。啥节你没好好过呀？我最大的心愿 Switch 太贵了，不行，我爸都不同意的。20分钟之内赶紧把饭菜做好，蒜苔炒鸡蛋，然后再拌个黄瓜，行吗？蒜苔炒鸡蛋，拌个黄瓜，行不行？蒜苔炒肉还行。炒肉吗？那肉没化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煮个面。什么面子面子，还吃啥吧？倒也行。也行啊，炒点鸡蛋吧，都土鸡蛋就是老长时间了。今天吃少点。还想吃少点？挨着黄瓜炒个蒜苔得了。今天没提前把菜准备出来。回来吧，姐。你啥呀？早餐豆浆，小笼包。饭菜刚出锅你就回来了？太真实了，本来我今天又回不来的。为啥呀？出意外了。咋的了？那个专线系统没连接成功，干不了，我就把服务器上上，我就回来了。那你是不是还得去啊？还得去。我问你个人，看你认识不啊？谁呀？白鹿，你认识吗？白鹿，24节气我知道。嗯，沙溢你认识吗？谁？沙溢。沙溢知道，认识。明星。李晨呢？李晨不太熟。郑恺呢？郑恺知道。奔跑吧兄弟呢？只听说过。撕名牌那个。也听说过，没看过。明天咱家这条街就热闹了，他们明星都来了，来咱们这儿待2天，有专场，
你们家俏俏放学就跟我说白鹿要来。嗯，我不尊敬，不好意思。二位开饭了啊！今天晚上的菜有点素，我得跟你说一下，今天主要是我比较忙。干嘛呀？上午上店里打包，然后下午上了趟医院，但是十天以后才能出结果。嗯。完了，我直接去接孩子放学了。嗯。没买菜，主要是就冰箱里有啥做啥了。没毛病。我要个签名。我上哪要签名去？他们路过咱家门口而已，那人得老多了。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三天。你拍个照给他们。我给你签个不行吗？你是明星，我不比明星对你好啊？嗯，要啥给买啥。那确实。那得了呗。说句实话哈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网红城市，就感觉特别开心。前两天我就在这个朋友圈刷到了，说是跑男来我们这边录节目，我以为是假消息呢，直到我看到这个官方他发布的这个信息，我才知道是真的来延吉了。我们家住的位置往上面去，有帽儿山，有民俗园，还有恐龙王国。一般来这边玩的，无论是网红或者是明星，他们都会去那边打卡，所以可能在明天早上开始吧，这边有可能会堵车。如果我运气好的话呢，我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能路过，说不上能瞟那么一眼。完了，我就想问一下各位，就俺们家这个位置，房价是不是能涨啊？你看这么些明星啥的都往这边来，而且俺们家这边还离景点比较近，这房子买的真的老合适了。最后问一下视频前的朋友们，有没有这次来追星来延吉的，能路过俺家啊？